高么子，我们啃鸡的高么子。然后再开哪一个？哎，奶奶，这是你自己选的，是不是你自己选的？哎、你自己选的拼图啊？我看的时候只有36克的呢。买过来这么小是不是？我也听了，它不是一个贴纸吗？来，这个这么小，你看到没有？它上面不是有颜色吗？这个是蓝色的，你把这个蓝色的个拼图找出来，先把这种蓝色的找出来，先拼这个蓝色的，看到没有？把这个蓝色拼图选出来，你看这个不就是蓝色吗？啊，这个不就是蓝色吗？是不是？把这个蓝色的拼图选出来。哎，什么？什么？小东西，看到什么都要抢，这是姐姐的，慢慢的。哎呀，不要弄，等下姐姐会打你哦。你玩得来吗？你看看，你看他，你看他。哎呀，看嘛，不要弄，不要弄，等下姐姐会骂你的。姐姐自己，你玩不来，你玩不来，你不会玩，你不会玩，等你长大了再玩。你看他，我让他玩，他还生气。你买个钓鱼，你能买个嘛？他也不肯玩，他看你这个不会玩其他的，非要玩这个，你看嘛。现在跟他姐姐抢东西了，哎呦！哎呀，挂了挂了，这里，看嘛，这里，别动，给姐姐捡起来，来，这里，野香菜。哦，来看你爸爸，来来来。我偷吃的，你看我味道。弄完钱，什么菜哟？都是吃了烟熏了。那些烂钱，这些炒什么菜子啊？现在搞简单点啥，现在忙的是，就弄汤的。哎，青椒炒肉当时那天不是买的头肉吗？我们家在冰箱里，拿来炒的嘛。青椒肉。啊，拿水解冻，在那儿炒青椒去，买小青椒的，它是肉是冻的嘛，里面是。我去拿嘛，拿出去了。嗯。这油肉啊，会不会过期的了？过期的，哪里成了的？怎么会过期的哦？哎，等你排骨啊，买的是新鲜肉，怎么过期？哦，那是给奶奶那时候。嗯，奶奶给我当成新鲜肉啊。哦。哎，过期。哎，你看西锅咋一看呢？哎，是不是那个肉？啊。那里还有个鸭子，是哪个说的那个？鸭子。嗯，那个明天来就放那里。行了，来接龙，好吧。哎呦，那个鸭子活了好久的嘛。哎，我去拿。好。活了好久的那个鸭子，忘记弄稀了。那时候上了冰箱放不下，放一下子都忘记了。
起来有点哦。冻久很的呀，那个。你闻哪根臭呢？你打个酸的味道的呀，莫吃，莫吃它，莫吃。丢了可惜了。可惜了，你吃嘛。你可惜了，你吃它不舒服的嘛，那么得行的，东西臭它不能吃，哟。有它，给来一份吃，来一份给吃嘛。来不及啊！嗯，我摔到上了。那个那个鸭子丢到上了，那不起。那个还是个人喂，那个一个猫鸭子。哦，你看你现在那是卖的时候。